你就操纵一次，顺便讲。那个寸寸不等于一，马达灯会比马达灯会乘一百会比较快。如果倾斜的寸值等于二的话，马达灯会是50。三的话是20，四的话也是50。如果是零，根据来讲的话也是。哎呦，我讲啊，你都没有做，我有做。啊，所以你很快的操作一次，我们看马达有没有什么动静，啊，变快，变慢，啊，那个正转逆转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在动了，有没有按照我讲的动？没有，他一直转，他头会晕吧？不会的，不会啊。还有加速跟减速，加速跟减速，哎，减跳，拿到，超跑过了，你超，你不要动，我直接离开，哎，别动，不要移的，这干嘛？超跑的才可以，你爱玩哦，好吗？没有这种，其他不要，十，不要，我不要，他一起来，不要，十。那那个自己就侦测让他上货，像用那个你就操作给我们看就好。没有货。然后距离100的话就是上升，距离零就是下降。所以你的那个距离侦测器现在变成一个按钮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按空白键就停止。好，来。这是距离的测试，要是我上它就会升，我下它就会下降。极速，继续，它这样。他们的大将有人危险了。